一副这个防守的姿态，哦，他抱当铁帅，哎，但是防住了，对方都会按照自己最擅长的技术风格来制定战术，到地面来，再去抱双腿摔倒地了，逼到龙边，但是对方右手撑地了，很容易并在一块儿，左手，你看对方起身了，要起身了，再度摔倒，你看对方的双手在推他的头，肘击，上蹬。对，想要呢这个造成一个全防守的一个位置啊，拉着他两只脚、啊、对对对，这样才能控制。对，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肩锁，针对对方肩关节的反关节技，但对方逃掉了。我看样子的话，但是好像没有预期的能够很快的终结。随机、哎，这几下有点重，但对方想做他足关节技，站起来了。垮了，挨了两记啊！闪过这一拳，躲开对方的后手拳，抱摔，漂亮，倒地了。看看能不能好了。现在桑诺继续是侧压，这个下位的选手好、啊，变成全防守了，卫士没法用双腿来控制上位的桑诺。现在呢，剩下2分49秒啊，还是抓住对下位选手的脚踝。裁判打手，因为刚才手勾那个龙王眼了，再勾手勾王眼，再被裁判打手。这个位置比较被动了，因为那个桑诺的膝盖刚才是跪在他脖子上，对方防守的手臂。好了，现在手臂哎拉不开。山苏丁还是要变到半防守了，已经在下位。三位裁判的场边的龙边的裁判。又直接抱腿、哦、然后再勾腿，哇，又摔倒了。那个用那个下压弹腿，或者是用步伐要骑上了，这个位置已经是骑上了、啊、地面锤击，现在对山书丁来说非常被动。哇，连续挨了几记 啊桑诺得势不饶人，要做后背的裸脚，左手已经绕进去了，锤击锤击，这个看样子被打的，假再没有防守的话呢，恐怕这不妙了。把两条腿都勾进去，勾住了山书丁的双腿内侧。这个他那个左手已经是围住那个勾住了，勾住了山书丁的脖子 了。呀，这看样子画的是比较麻烦，换了一只手做后背裸脚，但是他摇头说自己能挺过来，没有事。哎，这个哦，时间到了，时间。他是 WBF 的那种拳击哦，他挨了一拳呐、啊。哎，抱腿这个啊，这个桑诺，你看在这一回合其实蛮消极的。左手勾拳被打哦，一出一下，这有点在搓麻将。哎呀，后手挨了一通，或者呢，这个 Princeton 抱摔，哎，倒地了，但是被对方骑上了。抱摔的过程中没有掌握好平衡，被对方骑上了。现在山中丁终于拿了一次上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